《浣溪沙》宋·王安石。百亩中庭半世台，门前白道水萦回。爱闲能有几人来？小院回廊春寂寂，山桃溪杏两三栽。为谁零落为谁开？这首词的意思是说，百亩大的庭院有一半是青苔，门外沙子铺满了整条路，还有蜿蜒的小溪流。喜欢悠闲有空来的人有几个呢？春天到了，院子里曲折的回廊非常的安静，山上的桃花，溪边的杏树，三三两两种在一起，不知道他们是为谁开放，为谁凋零。